可以再给我减点精神点变轻点的钱呢。你说这又胖又黑的，你这脸盘子可不小啊。那不是脸盘小就不长的呀，都是脸皮大。你自己是咋想的？我都想剪个短的，做个精神点的。不想再留了呗？不想了，留够了。留够了，之前剪过没有？那有20多年没剪过了。20多年没剪过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不敢讲。反正脸是不小，脸皮大。就想换个心情呗。那不，是不理解吗？是。你从哪来的？周边。我属于天津，属于咱河北大建地方。天津啊，蓟县那儿的。我属于宁河的。宁河啊，这么远，就是单纯的。箭头来的。箭头来的。就是箭头来的。你今年多大了？你看我看多大的？55。那你拍的挺好。差不多吧。嗯。55，反正远点它都不吃香。而且年龄大，再加上你常年的这么扎着个辫子，是吧？边上有白头发。但说实话，有特别多人留了很多年大辫子了，都想剪，但是迈不开那一步，说万一丑了咋整呢？是吧？哎呀，我这下个两天也是参加一个重要的婚礼呢，这可得给我剪好了。参加重要婚礼呢？那可不。我面临的责任大呀。不好剪，说实话。那都信任你才来的吗？信任我才来的，那可不。虽然说长得着急点，你有福啊，是吧？那我的福没有。那咱们就长话短说，剪掉就行了，是吧？剪了啊，剪吧。也没长度的必要，越来越少了。好吃啊。没有个凑合的，真的。平时养一养，用点小精油啥的，长一点。就常看你这个，我一天都带着一份。行。天天的，以前没管住那点时间呀，都看小视频。那等管住了，一有时间都想看。净看这个剪头发的，天天在剪头发。那有的时候，这一好晚上吧，就看这个小视频。里面我是和现实是一样不？一样。有的期待着发型呗，是吧？都期待着，可以说看我剪出来啥样了。我说我剪头去，亮闭门的说你别去，你这个还参加婚礼呢？要不咋说，我得悠着点。都是看我一个，都怕我剪磕碜了。但是确实，咱确实有难度。爱美之心，人人皆有，是吧？那还说呢，我这人家都剪出来好看，他不能给我剪成两干了。是，这辈子亏着谁，也亏着自己。对吧？我这净亏自己的。这可得回来。说不好听话啊，亏哥的都卖亏哥的呢，都这个知个人。对。说话净为别人着想，没为别人着想的机会。这不也是牙咬碎了是吧？那可不，喝出去，这个头发都也喝不出去。这不你这不也想找个靠谱点的吗？是吧？不靠谱，真不敢剪。这个头发，你说这忒磕碜了，总也不剪一下，剪成了下回更不敢剪了。是，你有信心呗？那没信心不来。再加上我多有勇气了。他们都不支持我剪头发以前。这回没告诉他们。没告诉他们好。那给他们个惊喜。我这压力更大了。谁没告诉你？我自己决定，我自己来了。没事，我一定成功。那你手绝对是成功。那也不能说绝对呀、主要是你不爱美，老板，你这穿着打扮也挺时尚的，咋弄的都可以。回家找谁去啊？呵，今儿差点穿裙来。想穿裙来，这都没天凉就脱了。性格一套。早上穿裙来，你不是总说我呢？对，是想穿裙来的。我都长出来的。你看你剪，像你们这个剪头发呀，你必须得穿着打扮好看一些，这样的话给我灵感也多，知道不？今儿把裙子找回来。没事，下回穿顿点啊。好嘞，裙子已经找回来，我都拍天亮。哦，我知道他是回正光的时候。就是腿不好。发福肉的腿。腿不好。已经把裙找回来，脱点。你剪一下短头不行，我先上边长，底下短的头，
成将来偷袭的，上面厂子去了啊。可我叫年轻点说那话的，看我好看的话那得不行来打了。反正挨不挨打还都你的事儿。那是。嗯。也别搞结论了，要不然在外头也不放心我了。哎呵，没人要啊。没人要啊。是上年龄了拍的。那背不住啊。我长期在外来的。嗯。只是暂时。嗯。年一百大的谁都比我年轻，你还是不肚子呢，对吧？你也不看他，是吧？健康都行，是吧？嗯，能吃能喝能走才高兴呗。那每个人管点儿，毕竟这话总下一点，他就差了。你要是照着待着，人新鲜才能肚子。嗯，对。嗯，大姑姐也说嘞，嗯，不怕时尚，不怕年轻，哎，等着好看了我好去。我说这你带他不认人也不认人，我记着上发型也不可能百分之百让人满意，是吧？那说那话你哥认在那儿也得说，照着你适应你。对，瞅着人家脚脚脑袋上好看来，到你脑袋上多好看。嗯，有这个结婚的活动啊、哦、都是有结婚的。嗯，要参加婚礼去了。嗯，也得化化妆啊，明天要远征了。明天有了你没可不打电话听见没？嗯，那十二点半接我。明天，明天。我天哪！明天接我，后天坐火车走，坐高铁。那家伙重大的。上南方走的。准备整好看了呢。那可不得。没有这个婚礼，谁也不见得是啥时候讲的，也肯定讲的，是吧？这个头肯定是讲，早晚得讲的。我闺女说，我们成天脸上这些头发，就是时间要上来啊。八号的婚礼，嗯，先去了呗。嗯，打理的话我叫你一遍啊。你应该会吧？不会呀。啊，你说不拍个地方，这个知道吗？地方，嗯，几多少？两滴三滴的呗。一二，三滴啊。抹发勺。完了呢？手心一搓，能抹发勺吗？哎，这个懂看知道。他管啥呀？你看我毛躁呗。对，管头发干枯毛躁的啊。完了之后再吹是吧？对，出来了干啥？吹完就。对吧？我天天说，我扔了，天天看着。嗯，不管看，不看他都看着了。那可是吧，看看的都是脑子动这个心里都被决定的人来了。自愿来中不？啊，挺好啊，可以，可以啊。剪头发其实别太纠结了，这都是不没有这个勇气。对。脸大，大胆的露，越盖着脸越大，对不对？都是脸抬的。你看上面大到这儿，不就是脸小了吗？对吧？不拉长，显得人脑点儿高了。对。脑门还窄，嗯，脸还大，优点都在你那。没好地方，这个优点都是缺点。显然小不？哥也没感觉小嘞啊，哥也没找到感觉是哥心眼小的，好几十年都不理发，心眼还不小。回家了，我把这个衣服啥都换换啊，抹点粉儿，挂小口活，我的妈呀，老爷们看着我都得吓一跳啊。对，我这是不在家有相好的了吧？啥岁数了？刚五十多岁儿，没说你还是十二点钟麻将呢。我那块呢，像我这身体本火气的，哪儿都疼，哪儿都疼。嗯，要不我再给你一打吧，是吧？都变十两的方向了。哎呀，那感情好，绝对好。这人要是打了打了，还是年轻点。那肯定的。你要是整着待到七十喽，点着打吧，你也都差劲的。那七十喽，吃啥啥不香喽啊？要是光脚摆着的，也起不来多少。也得起来让你们也是吹风吹的。对，你到家怎么顶不开？那一些肯定跟一吹他也不知道往外边跑，肯定是没有那个心儿的。
反正你看的视频，你这边都不烫了，烫的少。你不烫，肯定的没有这个型了。对，到家戴眼镜好看，到家也这样，我懂的。是。要为啥你这一说，那我的烫过。嗯。嗯，记得找你来的。今天欠你吃饱饭。嗯。为啥牙先咬一回的，再多咬两颗。那个，我琢磨肯定不蓬松。嗯，跟光脚肯定是没有这个戏的。那这儿我不就为你简单吹干的吗？嗯，对吧？你回家也好好的，不白来的啊。嗯，不白。这多有气力啊，是吧？来回来的值。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满意，满意。达到你所期望了没有？达到了。啊，达到了。点几个赞呢？你再双手点赞。屏幕前面如果说感觉好看的话啊，也可以点赞一下。你这还录着像一下啊？哎呀，我刚才看没注意。这小金油好用不？好用，好用是吧？咱们家里面如果说头发发质不好的啊，干枯毛躁的，也可以尝试用一用啊。满意是吧？满意。再点个赞。点赞。点个赞。点赞。满意不？满意。满意是吧？非常满意。哎，看后面别动，哎，后面很自然啊，哎，你看看，真好啊，点个赞，双手点赞，下午还来不？来，来呀，那你一定来，满意不？满意，哎，下午还来，满意，哎，好，再来一个赞，双手点赞，哎，好。